游，我呢是来自齐齐哈尔海外国际旅行社的一名导游员，我的名字呢叫做张瑞佳，大家呢叫我小张就可以了啊。后面的阿姨能听到我说话吗？啊，好。那咱们现在呢就要前往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大城寺啊，一个300多年历史的一个佛教寺院大城寺。我们去过大城寺之后呢，将前往我们用午餐的地方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中午啊，这个午餐呢用的这个时间呢就稍微晚一点啊，希望大家呢能理解一下。因为这个大城寺啊，在我们齐齐哈尔的属于这个南边，而我们这个扎龙呢，在我们齐齐哈尔呢属于这个北边，所以说两个地方离得非常的远。那么我们吃饭的地方呢？那么我们吃饭的地方啊，就离我们这个扎龙自然保护区呀、不到20分钟左右这样一个车程啊，所以呢我们先游览完室内的这个景点，我们再去吃午餐，再去扎龙，完了回来呢返回到我们这个金枝园啊。我们晚上住的酒店呢就是我们这个金枝园酒店啊，金枝园酒店。那么现在啊，大家所走到的这条路呢叫做我们齐齐哈尔的二马路啊。我们齐齐哈尔呢分老大、老二和老三，顾名思义啊，就是一马路、二马路还有三马路。那么齐齐哈尔这边呢主要的气候特点呢是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啊，春干风大，夏热多雨，秋凉霜早，冬寒漫长啊，是这个齐齐哈尔地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气候特点。那么在我们这边呢有七区八县一市，这个七区八县一市呢分别啊就是我们齐齐哈尔周边的一些县市，包括我们刚才来路过的这个甘南县还有泰来，都是我们属于齐齐哈尔市的下面一个管辖的一个区域啊，管辖区。